可姐姐，你往那里看，很可怕，你看。哦，姐姐好紧张。这位嘛真惊啦，救到团在边啊啦。哎，救到团。姐姐好紧张。哦，啊，这些车子也都挺好的。哎呀，妈，屁股好痛。你慢一点。妈呀，你休啦，你休干我。那你。你才才够去坐蚂蚁啊！你还说去六福村，根本不用去。哎，我一边玩一边。我快创下那九族开幕以来鸡最大声的乘客，所以我们在送你体验券一张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谢谢哦，棒哦，棒哦！拜拜。棒。啊，好棒！结果上第一卡了。这排这么久值得啦，值得。最好就是不用排队了哈。等一下我们下。在哪不用排的，只要柜台紧。